要钱没有。校花校草群还有两位，你们被警官找到了什么相关的证据？山一哥有进这个群吗？在群里。对对对，这个群里就是可以认识谷爱凌，谷爱凌正在选有潜力的小孩教滑雪，我说欢迎加入踊跃报名，我说把这群贴出来了。妈呀，腾哥，花花，有问题。你看这个群里可以认识谷爱凌，然后下面贴的是校花校草群的二维码。What? 我交友吧比较少。You, okay. 我除了这个群没有别的群了。Oh no. 而且像我们这一波的校花校草现在都为人头杀一个吧，为人父为人母，头杀一个吧。腾哥，我觉得保来吧，说不是，我不保他，就是我觉得你可得仔细保他，那就你，他是个棍子，你就留着他，那就是你，要不都游戏都没意思。贾玲，我说一句，王牌这么精彩的节目能办到这么多期，你觉得导演是傻子吗？连让我跟师哥连当三期同样的角色。哎，等会儿我问你啊，吴彤是不是傻子咱们有待研究。但是我问你，光传声筒这个游戏一共几季了？你们俩那我角色词儿都不都一直在变吗？可是我也是被别人变的。你肯定是，你肯定是了哥。我啥呀？我建议你就别说了，多说多错，言多必失。你报匪吧。丁墩墩是你，小宋，还有小童是吧？这个是小宋。因为有一些人找我帮他买。你帮别人买丁墩墩？嗯。因为别人转给了你900块钱，总共是多少？45000块他收了。哎呀，手抖了。哎呀，你转给麦当劳吗？我转了呀，然后就没有冰墩墩。哦，然后就集体被骗。可是你这个是别人转给你的吧？对，因为我有路子嘛。那你不是骗别人了吗？那这个应该是你的收入记录吧？对，都是转给你的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嫌疑太大，我看错了，好可怕呀！太让我失望，长得这么清纯，我就实名诈骗，就是我，实名诈骗。